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，我是小燕。杜鹃花是最常见的花卉，但是很多花友在养殖过程经常出现烂根。今天我就跟大家推荐两种药片，它就是阿司匹林以及维生素 C。 阿司匹林之所以可以用来养花，因为它含有一种神秘物质，这种物质就是水杨酸。水杨酸可以刺激植物快速生根，维生素 C 含有大量的抗氧化质，可以刺激植物快速生长，增强植物的代谢功能和吸收营养的能力。使用方法很简单，将两种药片碾碎成粉末，与清水以一定的比例进行稀释，便可以用来浇花了。其中阿司匹林的稀释倍数是150，维生素 C 的稀释倍数是80。注意，稀释倍数非常关键，如果浓度控制不当，非常容易对植物造成伤害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收藏，我们下期再见。